作为2300万人的监察院跟监察委员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德伟书记长。所有的民众都很清楚，3+11是去年5月间造成防疫重大破口的事件。我列举一二，这个是指挥中心快讯去年5月29号的统计资料。当时当天分别有本土案例320例，还有陈时中发明的校正回归166例，而且当天死了21个人。所以3+11造成国人这么大的伤害，那当时舆论也一直在质疑陈时中，所以陈时中说这个政策我负责。当时陈时中讲机组员3+11隔离政策我负责，结果只有打水炮，什么也没有负责，还绕跑去选台北市长。这种候选人我相信台北市民不会接受，全民也不会接受。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，代谢不平衡，皮肤状况变差，旺旺推出的梦梦水就是要解决大家烦恼的好帮手。白桃风味酸甜好喝，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 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